完了！你要抢中就算了，你为什么会被一个贴给打爆？那你玩的最好的那么大个贴，你妈装了中也都买不到，你说你妈那个呢？你妈的，他妈对面先出了水，他妈后选个麻木剂，然后他妈大龙队打烂了，就你妈了，对吧？怎么会打穿呀？咋了？不会打穿，你他妈说话呀！老子跟妈跟你交流，你他妈又不讲话，装死啊！啊，他妈不交流啊！对了，不会啊！范明生，我跟你交流。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弱智一样，真的是。我要是弱智，那你这个牌是什么呢？你不是比弱智还不如吗？那跟你妈发个废物一样，你们会不会讲话啊？啊，你妈！反正你一直说话很难听吧？我说话也没有很难听吧？哎，想问一下，你不是被贴打爆了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个废物，你妈下路被打爆了，知道吗？我买不到你。我是意思，我下路劣势能影响到你中路一打一打不会被单杀吗？被单杀的时候下路也没发生什么吧？叫你妈的！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？激动的是你吧？好好说话，你知道吗？不再跟你好好说话呀？你觉得没有跟你好好说话，那没有办法呀，对不对 ？A few moments later。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妈个弱智！哎，你他妈选完人来一句，哎，我不会玩，我不会，你不会玩，你妈的，老子关着你。Yeah, 有的耶，我操我操，你们比我的马拉卡比也是 fan man man 是 fan man。I get him lost in the sky。你他妈说呀！操你妈了个逼，真的是！你妈又不讲话，选完人来一句，老子不会玩。哒哒哒。哒哒哒，牵着的我，呐呐呐呐，我怎么牵着的我，我想问的是什么？你好吗？什么？你好吗？我爱你妈逼呀！